Okay.国家，好棒哦，好多剑哦，好开心哦Oh my god。有，这次有预购。怎么执着于复活甲？因为复活甲在后期死哥那种局，你等于说被死哥如果不小心喷死的话，你还可以站起来再战斗，因为现在死哥很强，所以复活甲有点是因为这个关系啦。然后还有现在很燃烧吗？现在很燃烧 meta， 所以复活甲也有点像是，因为你原先假设你穿好战的话，你其实没有很怕燃烧吗？可是现在因为种种关系，我们是应该赏四个这个，因为如果两个好战的话，理论上应该还会给比较多血吧？会吗？应该说，嗯，那该不会输吧？应该没有道理会输才对，除非有燃烧啦，应该是不会输。这场真的超顺，所以我现在就两件复活甲。双复活甲其实搞不好是野兽机会，怎么样？两件复活甲不行吗？看一副就平手大师的样子。他，等下，好像直接复活两次哎，所以其实没有效果。再见。
Oh shit.爆炸了吗？爆炸了。他没有先咬这只。这版帝王哦，这版帝王其实有希望。干，啊，no， no， 其他应该在外面，因为他有复活甲。明天会开炉石，其实等一下应该就会开炉石来抽奖了啦，不是抽奖，抽东西。干你空大、啊！哦，他复活变成他复活还是这个形态、欸？之前是这样吗？之前好像不是这样哦。等下是要玩约德尔或是贵族哦。哦，干他吃哦，他没有吃掉那个大。其实我可能应该扣那个。神色哦，他竟然来了。我真的都没找这些东西哦。戳他魔力，戳他，哇，这张超强哎！所以这个流派其实比较不好的地方是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要怎么把，比如说怎么把死哥放进来之类。哇，干这三小，等一下这是三小，两个法师。我还打哦，他有三星雷克萨、欸。为什么不把机械换死哥？因为现在有两个武斗家，而且
好多装哦。Oh yeah， 冰心，哇，他来了欸。先不要啊，还是先拿一下。哇，柯佳斯。哦，被戳死了。这是我的。G。对啊，所以这个还是有机器人比较好打。应该要拿出那个。OK。嗯。要给他龙之爪吗？看那个，看那个 bug 有点靠北、欸。那个被燃烧到复活只有一滴血的 bug， 那个 bug 有点，我很受不了。像里面多一个洞，我刺客可以跳。希望不要掉钱啊，不过是有机会掉钱的。五十钱。OK。
吹到这个哦。哦，应该想吹他哦。干三小，怎么刚刚就走路而已？其实吹他还行哦，吹他好像还行。干 ，OK。我干，被反甲反死了。我想吹谁啊？吹那个还可以，吹那个还可以。我靠 ！OK， 看起来我玩得很好。他可能有改位置让我吹不到之类的。这是国一哦，这不是国一。吹一直吹到好东西耶，有点爽。看你在穿小。拜。我拿什么、啊？你拿这个哦。因为第一个人他是这个，然后配上死哥太强了，我可以把科科变成法师。哦，不行，他满了。Shit！ 看没上去。看感觉要爆开了。妈。狮子狗。对，跳跳虎。你可以的。干了。烦死了。干超痛，干戳他 ，OK 赞赞，科科被鬼妹搞到，干真假的，到底要来几次？我们可以弃这个啊，其实不大需要雷克萨三星啊，雷克萨三星有点稀罕呢。其实西风皮手还蛮关键的，都一直吹到一些很重要的人。等战，嗜血，那嗜血给他就好了，这样子反甲。应该吸得回来吧？双嗜血，克一个反甲，这样应该吸得回来吧？对吧、啊？我觉得这样应该没错，应该没错。
看还是被搞死了。干！错！啊，赢了，赢了！干，他有30块哦。啊，我给你啊！他妈！干不 ？OK。不 ？OK。完全就看科科的感觉。哦，赞赞！哦耶，把他靠翻了！我要升级啊！啊，再上一个科科。很赞，干，没吹到，吹到这里值吧。戳，很赞。行行行，行啊！哇靠，又有装备啊。还有什么？我拿了什么 shit？ 冰鸟其实不错哦。我现在吹这一只啊。看，原来西翁匕首是好装备，至少打他是好装备。会吹到这只欸，等一下，不大对。哦，这只在这，擦晕，干没晕到。干GG，干不知道他鬼魅到了谁。他拿到什么？火炮干。可以摆中间吗？可以摆在这里，这样有任何好处吗？干，再不一定会吃鸡耶 ，fuck。他有被吹哦。我是要找科科三星啊。我吹到他鬼魅了吗？我不大确定有没有吹到他鬼魅。我应该，我想吹这只哦，吹到了，干！让我打赢就好了，拜托！哦，干！GG， 干！干，我没有，还没有把这些卖掉。啊，感觉是没有办法赢了。哦，可可，要，应该说我不能被鬼魅到那个。我不能被鬼魅到那个，我不知道其实到底抓那个到底对不对。
看你在超小。哦，他死了。啊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。哦，吃鸡了。刺客摆左，没有刺客应该摆，刺客应该摆我摆的地方。钻石四。